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邦，欢迎收看今日的《翻转新世界》。今日要来带恁看台湾制作的骄傲，伫咧桃园观音的卓营观波，即几冬来，甲工研院纳米中心的合作之下，研发出全台唯一纳米远红外线纺织纤维，成为机能性纺织品的制造商。当初为着健康，为着要搁较有生活品质，卓营观波全家出动，做伙拍拼，分工合作，成功打造出全方位的科学保健生活用品。靠着一领棉被，即马唔呐得到 MIT 台湾制造的认证，而且即马嘛已经出口予世界足济国家，目前嘛渐渐交予少年的下一代接手。用少年人的方法推广卓营观波，成为领先全球的一枝独秀。芳西的声音唔捌停过，线线来回交织着，变作一块布。人伫咧讲，生活的创新就是科技的初衷，所以希望这一领温暖的棉被变成上温情的陪伴。因为卓营相信，唯有用温暖，才能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远红外线它可以促进我们生物自我修复的能力，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最天然的保健之道，而人体是远红外线最佳的吸收放射器。我本身因为在没有使用这个远红外线寝具之前，一直都有手脚冰冷、睡眠睡不好的这些问题，更甚至常常碰到这种筋痛啊，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所以自己用的好，当然就要大力的推广给所有这个亚健康的族群，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样热火起来。一粒石头要磨成粉，到抽丝、芳西，到最后成为远红外线机能布，这个过程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回不断的试验，才得到国家的认证，得到专台唯一的纳米标章证书。那我们特别要说，纳米标章这一项，它是每年必须要重新检验，以确保说，第一个我们产品是有纳米尺度，第二个它的效能跟效益是可经洗涤跟可经使用市场检验的。那至于我们的材料是一开始就织进纱线内的，所以它不会因为外在的洗涤造成所谓的效果消失或者是降低。那纳米标章呢，最基础就是在我们纺织品就要洗涤20次，洗脱烘。净洗以及这是市面上羽绒、鹅绒、羊毛蚕丝，甚至于一般的尼龙、玻璃的材质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那我们的是可以唯一可以做到，因此目前全台只有我们公司有获得纳米标章。纳米级远红外线纺织纤维，测出台湾业界内底上高的远红外线放射率，高达94%。比业界平均值的80%，足足加出了14%，而且嘛无任何电磁波，未影响到人的身体。那我们在业界内呢，是这几年都是属于最高水平的这个远红外线放射率，因此我们的东西可以比别人轻一半，就可以有相同的保暖度。台湾的机能性布料，伫咧全球市占率高达70%。在巴西世界卡球比赛当中，至少有10支国家队的球衫布料都是来自台湾，甚至是拿到冠军的德国。虽然台湾没有参加比赛，不过台湾早就已经在纺织的产业当中拿到世界冠军。另外再特别说明我们 MIT 台湾制造这一项，它呢也是每一项商品在制作的时候都必须要从头到制程结束，所有的过程都必须要全程 MIT。 每年我们跟纺研所跟工研院都会重新做技术上的 update， 所以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这些材质产品都是我很拍胸脯保证是领先全球的。养生之诀，当以睡眠为先。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是绝对有必要的，人在休困时会产生红血球以及白血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及免疫力。希望戒掉疲劳，睡出健康。为什么会说是睡出健康？
是因为我们远红外线的寝具，它主要有两种功能，一种就是热的效应，一种是医疗的效应。热的效应就是说，在我们使用远红外线的寝具的时候，身体它会快速的升温，达到血液循环的效果。我们常常说要促进这个气血循环，身体才会健康。原因就是当我们血管扩张的时候，血流速就会加快，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把淤积在这个血管当中不好的东西排除，替白血球送进新鲜的氧气，然后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增强抵抗力。那这就可以改善一些比如说容易手脚冰冷，或者是我们腰酸背痛的这些问题。那最好的使用时间当然就是在我们人在睡眠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利用这个睡眠的时间来修复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也就是利用这个睡眠来做这个自愈自我疗愈的这个部分。然后睡眠的品质越好，当然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就会越好。空气品质越来越严重， PM2.5 变成讨论的话题，再加上台湾是一个海岛型气候的国家，湿度相对较高，对过敏体质的人是一种考验。在台湾，我们平均呢，成人的部分有四分之一都是有这种皮肤性过敏的状况，那小朋友更严重，可能有二分之一以上都是很容易有异位性皮肤炎这些毛病。那这些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使用的寝具上面有大量的螨虫，会造成它在睡眠的时候皮肤的这个状况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好的可以防螨治菌的这个好的寝具。那一般的民众他想到要买这个新寝具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当然就是够不够保暖，也就是先去选择这种保暖性相当高的这种寝具。一般我们都会选择羊毛、羽绒、蚕丝这一类的动物性蛋白纤维的寝具，可是这些不巧就是螨虫的最爱的食物。那这些寝具呢，它可能使用一年两年之后，旁边都会泛黄，或者是开始变成很重的这种感觉，这些都是因为吸收我们空气当中的湿气，而且增加这个螨虫在里面可以继续繁殖的这种几率。那很可惜的是，动物性蛋白纤维是完全不能洗的。那我们这种远红外线的寝具它不一样，它可以耐高温的水洗，耐高温烘，而高温就是螨虫最害怕的。那防螨抗菌呢，一般这种寝具外面市售的商品通常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物理性的防螨，另外一种呢就是药剂性的。那我们先来谈谈药剂性的部分。药剂性防螨呢，因为它就像是我们衣服要染色一样，它将这个药剂染上去，这样子的做法很容易就是在洗涤的时候它就会被洗涤掉，并且甚至你平常使用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挥发掉，所以它是非常短效的，它没有办法达到长效的功能。那相反的，我们远红外线寝具就不一样了，那它是完全用物理性的防螨。什么叫做物理性防螨呢？就是我们将这个寝具的密度织得比螨虫还要小，甚至它所排泄的脏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因为高温水洗而让这些东西完全的清除干净，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去涂染这些药剂，并且是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去保障我们使用的寝具的安全与卫生。德国、日本、马来西亚都总有派人来台湾请教交流技术，而且还有更加不简单的是，卓盈光波得到台湾知名医疗体系的肯定，长期来合作。这条路卓盈开了两年的时间才走到位。为民国1993年开始就跟知名病院合作，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时间，为临床得到的经验来回不断实验和研发，就是要让民众的健康受到更好的照顾。在知名医院里面，他们的统计将近可以洗400次，
医院必须高温洗涤去灭菌。在咧知名的病院内底，每五天就要高压、高温洗烘拖一遍，一年会当洗超过70遍。但是，在一般普通的家庭的棉被，一年刷定定洗无到5遍。一般的家庭若是使用纳米级的远红外线的棉被，就会当使用超过15年以上。好，我们就单单看到我们熟悉的颜色，那熟悉的 logo 哦，应该可以断定都有10几年的历史。经过多年来努力，现在一个每年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将远红外线纺织的产品推销到各国，让全世界知影 MIT 台湾制造的厉害。この番組では台湾で活躍する企業が持つ宝をご紹介していきます。国際空港を有する桃園市。ここは台湾北部の産業の中心です。我们外销到日本、欧美、澳洲、马来西亚及世界各国。那像到一些热带的国家，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像我们这个远红外线毯被，它是冬夏都可以去做使用。那我们也可以特别为这样子的国家去做开发。卓莹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出使人温暖的棉被，走向幸福和健康的人生。我们做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那我个人认为说，理想是这样解释。理想他可以办得到，他可以努力去做而办得到，这个出来的产品叫做理想的产品。未来的路上，卓云广播也会继续替民众研发更加好的产品，创造智慧健康的生活，并永续环境发展。今日翻转新世界就为您介绍到这，多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